荧幕前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嘉诚资深美少女。我们现在所在的场地呢，是我们台湾国际美容展的现场，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呢，我们台湾国际美容展呢，实际上集结了我们东南亚地区以及我们台湾所有的厂商在这边共同参展。那我们现在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现场的展览状况。我们嘉诚2019微笑杯第二届的台湾 Top Ten 的一个展示的状况，所以呢，在我们的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展示出我们今年度入选我们台湾 Top Ten 的产品。那嘉诚的微笑杯呢，是我们在2018年度呢，在台湾的化妆品业界首先开创出的一个配方设计的一个竞赛，那也囊括了我们台湾的优质的这些微笑商品。我们非常认同我们嘉诚微笑杯的理念，永续、创新、安全，还有友善环境。那这也是我们阿元15年来一直坚持产品开发的理念。非常荣幸这次可以得到嘉诚微笑杯台湾 Top Ten 的优良厂商。那我们希望呢，可以透过疗愈的外观，让客人们有从身心灵由内而外的保养体验的感觉。今天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只是另外一个开端的开始，责任是更大的，必须要一起为这个业界呢，更加的一个努力。那么也谢谢主办单位嘉诚，同时呢，也辛苦了评审，谢谢。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摊位的设置呢，主要是以我们的永续原料 sustainable materials， 还有我们的创新实验室innovative laboratories 为一个宗旨。所以永续原料的部分呢，实际上我们是希望以截取减少地球资源的消耗这样子一个概念的原料为一个主轴。那在创新实验室的部分呢，我们是以业界比较创新开发的技术所研发出来的原料为主。微笑化妆品选拔暨配方设计竞赛颁奖典礼开始。刚开始我们想要办这样子活动，在业界其实是第一次，我们会继续的努力。好，那所以在这边我还是要感谢我们嘉诚团队，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去做的一个努力。MIT 化妆品，无论是在这个品质上，还有创新能力上，还有国际市场的能见度上，我觉得都有非常大的提升跟进步。那也可以，我相信台湾化妆品未来它的前景一定是越来越美丽，一定会成为全球美丽产业里一处很美丽的风景。很好的 idea， 但是我的老板、我的主管不懂得欣赏，我的客户不懂得欣赏，没关系，你来参加嘉诚的这个比赛，会有机会让你曝光的。的那个执行长的支持，然后让我这一次啊，就是可以参加比赛这样子。就想要参加微笑杯这个比赛，肯定自己一个机会，因为有这个舞台，就想去参加。嘉诚这个永续杯微笑杯能够继续让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有这样的一个实务上的一个经验。那感谢嘉诚化工呢，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学生在这个舞台上面呢大放异彩。那学生在课堂上呢，也充分的利用天然物以及对地球有永续环保这样子的概念呢去设计产品，所以我们就鼓励他参加这些比赛。在这次的举办上，很高兴跟外贸协会有了一个合作，透过外贸协会的一个平台，还有它的展览，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甚至国外的买家认识微笑杯，的 Top Ten 的得奖者，那还有优秀的配方师，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制，让我们台湾化妆品更有生命力。是维持原来的初衷，我们希望台湾更多消费者
能够更认同、更认识台湾的化妆品牌。产品的一个架构呢，都可以由我们这个 Smiley Head， 我们的微笑头先生呢，这边可以看得到。永续原料创新实验室以及我们的环境友善美妆，那环境友善美妆的部分呢，也呼应到我们在 Smile Up 微笑杯这样子的一个配方设计竞赛，以及台湾 Top Ten 的优质产品的一个选择。那这边呢是我们嘉诚美少女这边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嘉诚今年度2019年的活动，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2019年的微笑杯活动，我们明年再见，好，谢谢大家。